次同我 friend 咧要去屯門，我諗住去一間 cafe 啦，然之後我哋就可能會去個少少海邊影下相咁樣咯。Good happening.我哋準備嚟影相，雖然今日天氣麻麻地，呢個係 mini 九十，係啊，呢個人 show 佢自己份 mini 新買咗嘅正式入邊嘅係舊咯，舊。但其實今日天氣又唔算好好喎，被蚊蟲所害的受害者，我粒蚊在這裡已經咬痕了，在這裡好像應該在這裡，因為在這裡行緊，好慘咯，我們已經沒有什麼位置讓它咬的了，它還要咬我們。然後剛剛拍完一卷菲林，所以將它回完。我哋今日嘅 video 咧就去到呢度啦，拜拜。